破晓再唱，山楂露我锋芒。听我指令啊！这就是你说的朋友吗？开怪，这够狠的呀！二十人团本派了十五个卧底，这莫笑今天怕是笑不出来了。一队退回原来坐标，二队攻击，远程不要移动站位啊！喂，傻大哥，你倒是回头攻击我呀！一队停止输出，向后退一步。我去，这巨魔侠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啊！这枪炮师是谁啊？好厉害呀、啊！好像有职业选手的水准啊！这是人类吗？太变态了！巨魔侠又把 BOSS 牵回来了，他们难道想就这样封着叫 BOSS 吗？妈呀，这根本没法玩啊！哎，老大，我呢？大家不要超过我的身位，等不了了，暴动就暴动吧！什么？直接提出工会？别瞎动啊！听我指示行动。难道说君莫笑他早就察觉我们是卧底了？恭喜星星工会成功收服魔神。又有人过来了，没有工会名字。跑，可能是家世的人。就算是家王朝的，也不用这么紧张吧？我说的是家世，不是家王朝。你是说职业选手？贺明、刘浩、王泽，家世居然派主力选手来神之领域追杀你，怕不是疯了？分开跑！跑什么？他们只盯着你呢，一起拼了得了！拼什么呀？拼是送死，要用脑子。我不是没有自知之明，只是想留下来一起战斗而已，死一下有什么关系啊？派我去当个诱饵什么的，也完全没问题啊。那你听我指挥，跳到14-56856那块石头上去。然后呢？朝后站，再朝后站。对了。再然后呢？等我指示。在上面什么都看不见啊。鼠标给我。刺身弹，这也行。手雷，热感飞弹。飞星射线。不好！卫星射线！这种配合，难道是我们撤？怎么回事啊？跑了？3.2也能跑？啊！这么大动静都没反应，真的没戴耳机？崩拳，下一招，击暗夜斗篷。落风斩。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就找到散人连招规律，并且打断技能。不愧是机会主义者黄少天啊！上挑，
三段斩，连突刺，电光斩，上挑，幻影木星剑，一通刺，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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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，又来啊！啊，一样的招式对我是没有用的。视线被伞阻挡，又没戴耳机，无法判断攻击方位。老叶，你这就是作茧自缚。什么？影分身！我靠！你能听见啊？前面看夜神完全没受垃圾话的影响，做到了。难道大神对垃圾话免疫？无极啊！怎么回事？月秋应该听不到才对啊。夜神下场之前，就让我把他的玩家语音禁掉了。技能音效的话，他是能听到的。啊！干净了语音。咱们也上，落日猎人怎么还不刷新？会长，西部荒漠这边出事了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扛不住 BOSS， 快团灭了。开什么玩笑，这么快就团灭，你们搞什么？对啊，强野图 BOSS 一直是工会精英团的工作，普通玩家根本没有实战经验。哼，我们的人都不行，星星工会那帮菜鸟肯定完蛋。我们得跟上。会长，星星工会跟我们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？是超远程技能。指挥者的水平不一样啊。集火攻击。啊，大意了，忘了他是四大战术大师之一啊。啊，孤立星星工会成功击杀50级野族 BOSS 蓝鲸骑士。